合要3角龙。哎呦，干嘛？记住，业务不能停摆，签下这份合同就能维持营运。啊，要三角龙是不是？三角。哇，我是要敷一只烂一点的三角龙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不要用那么好的。攻击力呢？不可以哦，不然等下那个被戳死。防御力嘞也不要有。好，先这样子。哇！前往回收恐龙。哇，这任务好恐怖哦！哦，可以，我一个地。喂食处补给即将抵达，运输中。是化石。运输完成。好了。那个不是要斗技场有吗？有要盖吗？有这个东西哦。是关一起就好了吗？干，有吗？化石研究没有啊？他只是说要战斗而已，不是吗？大功告成。我们别在小地方上争论了，眼光放远一点，这确实是一份可靠的合同。情报是安全防护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我们最近有个关于拍照的合同，你确认看看吧。你的名是哪个名啊？哦，找到了。一。收到恐龙回收申请。我刚刚干嘛？哦，拍照。那是工具。爱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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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语气听起来真诚吗？因为我刚刚很努力说的爱、哦、的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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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
我就知道该先找谁了。我还没好啊，还好照片呢。你们猜谁会赢？第一场是这个完全没有加任何数字，那、啊、这个有加，哎、欸，应该可以开赌盘哦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已经完成入室。哦，你怕了，你也怕了，你干嘛？前往观战。哇塞哇塞哇塞！好帅哦！好了，你赢了，我放你出去玩一下好了，晚点再把你抓回来玩。哦，一，你，我要吃肉肉，都要吃肉肉。好了，宣告死亡。有效残忍。这是后期只能这样玩了，无聊在那边玩，掏玩赌局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养新恐龙。探索地图还有什么可以探呢？没有东西了。孵化恐龙，孵化恐龙，放这只吗？等它吧，开100%。对啊，我后期想看两只肉的互打、欸，基因改造，好用，防御，寿命，攻击力。好了，我要先把这边再围起来了。电魔。哦，刚刚的嘞，赢了不要跑啊，回来不要动。明白了。他健康还没满呢，应该不会死吧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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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呢？
肥肥猫咪，好。感谢你为国家牺牲，肥肥猫咪，感谢你。肥肥猫咪。确认工作。没人说话，有啊，我看到倒数第二个啊。哎，丁坤啊，好好睡，睡饱饱。重头还好啦，节目效果多好啊！来喽，打架喽！哎，不是这里。正在接收恐龙。有恐龙等待回收。哎呦，干嘛？签下这份合同。要。我这个快满了。这种委托可不是天天都接得到的，仔细看一下吧。看，刚要2000耶，但最高才1600。正在空运恐龙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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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了，打架！你达成任务目标，夺得成功了，我就知道你能办到。你怎么可能会赢？你没有加能力耶！我等一下再养一只啦，再养一只有加攻击高一点的，来看看。老大，啊，这时候播广告，你们会杀了我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68，14，不行啊，感觉要再养一只攻击通一点三角龙耶！欸，这只角鼻龙应该死了，它养够久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想再战哦？他会现在咬一口啊？他死了，咬人家眼睛 ，baby。是。哎，没有加哎。哦。欢迎。有了。听说你把恐龙战斗的合同搞定了，那场面一定相当惊心动魄。